吻我，哎呀，好听啊，各位，我就喜欢，我就喜欢，我每次听这歌，不要吻我，我就能高潮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特别兴奋，特别开心。我走吧，你们俩聊吧。就你这状态跟你谦儿大妈一样，是不是？特别开心，听着啊。不要吻我，哎呀。你唱不唱了？听着啊！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不是那个了吧？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很多。巴扎嘿，哪有这个呀？我也不知道配合的对不对啊？我是不是唱错了？反正没听出奇遇的味儿来，这个我倒听出监狱的味儿来了。啊！不要问我，不是不是，你已经唱了越狱了啊！不要问我的，不要问我，余生刘德华了。不要问我到哪里去，不要我，哎呀，真找着找着找着，终于他这个玩意儿不用咱帮忙吧？不要。他没准他唱他的，咱俩聊咱俩的吧。听听着，反正咱俩得在这儿，那错不了，拿钱了，特别好听。你等会儿，等会儿，别闹。那几个孩子都批评你们，别打岔，跪好了，跪好了，跪好了，没等他想起来呢。哎，跪好了，一会儿来刽子手，拿着锯，嗯，好快的刀。你别管我们，你唱你的好吗？哎，咱们各玩各的好吧。要不这样吧，说您二位这边说，我上那边唱去。可以啊，可以啊，咱别在一个画面里。那是那是啊，咱俩这活也不挨着，是不是？好快的刀，听着啊。我听了刚才那个菜市口砍头那个哈，听了啊，嗯，听了。我问你，嗯，哎，田字那边出的，行了，苍蝇拍，苍蝇拍，嗯，炕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西游记主题曲。我的故乡在远方，女儿国东海。为什么流浪？为什么呢？哎，校长问你呢。忘词儿了吧？好好的敬业啊！流浪，差一句呢。啊？为什么流浪？为什么流浪远方？流浪，还真差一句。巴扎嘿，老有这个。没这不够底，嗯嗯，于老师唱一个吧，好不好？别唱，我知道。刚才于老师唱了一个《同仁堂》，其实于老师唱那个《我要你》特别好听。哦，我要就那个这，你们两口子都会啊？没有，你大妈净给我唱这个来着。嗯，大妈老说我要你来。别讲，今天你来，你唱。我唱，我不知道大伙儿爱听什么，大伙儿点几个，点几个，我别唱。你要问他们就是五环啊，有说送情郎的是吧？送情郎啊，啊，还有喊十八摸的啊，一定是我的同学。十八摸，要不您二位演一个好不好？反正闭幕式了，开心了，对不对？大伙儿把手机关了，来，二位演一个十八摸，来。你们这票钱都多少钱花的？这，你以为到我们学校来拖一个啊？我的天哪，我们仨完全没在一个频道。我觉得我还年轻一些，这场节目串了台了啊！是是是，五环之歌吧，好不好？哎呀！吐了，我也吐了，我也吐了，臭了街了，嗯嗯，不唱了哈，那唱一个别的，送情郎啊，
送情郎吧，送情郎好一点。好，送情郎。行。啊，五环。你们会唱还让他唱？啊！巴扎黑。哎，好了好了，够了够了，我一听这歌我就浑身头疼，知道吗？真的。宋清郎唱给大家啊。一不叫你又来呀，二不叫你愁啊，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镀金钩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要要送到了大门洞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啊，下小雨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西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北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啊，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你要你说吧，我就告诉你。刚才您那个这是打压那意思吗？打压。这不是哪位送了一袋烤鸭搁在这啊？嗯，挺好。好吧，挺好，但是你唱的没有你谦儿大爷唱的好。对，我谦儿大爷唱的好。你谦儿大爷唱的真好。嗯，您老唱那什么，弄一红裤子，不是拉一红，拉一块红布，一块红布哈，一块红布很好。于老师唱一个，你们爱听吗？我这怎么着让他上来让我唱，你这哎，有您的观众啊啊，一块红布哈，唱几句啊，好。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哎呦，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再来，重来，再来，重来，吓死我了，你，重来，重来，我以为掉井里了，没事哈，没事，没事。那天是你别闹啊，我错了，刚才我不应该搅和了，我错了，我不应该唱了，你们管着有我呢，哎，对，这儿有我呢，你唱吧，你唱吧，你让他唱吧，别搅和，不是怎么意思，让谦儿来唱，谦儿来唱、啊、唱得好、嗯、别闹了啊，还急了，你看他还急了。哎呀，就两句，一块红布啊，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来、哎、来来，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说
再唱又到同仁堂那儿去了。带的新版好，我刚才新版，我新版不好，您随便搅和。所谓的版指的是节奏，对，新版就是心里有自己的节奏，对，你外界怎么搅和不能乱，这是真功夫。别新版，我还老版吧。那别搅和了，于老师好好唱一段啊。好，哎，我这心理素质才正好呢。来啊，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你让我忘了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一路。就唱这么几句，这山道我还是真挺爱听于老师唱歌的哈。真好，师傅您唱一个吧。哎，我不会唱歌，孩子。我确实，我师傅唱歌就都是戏味儿啊。我会唱什么呀？大约在冬季啊。轻轻。大爷在冬季。大奶奶不在冬季啊。大爷在夏季。我原来跟齐秦关系可好了，自打唱完这歌，我们都不来往了。够一万人微博上私信我说缺了得了啊，这歌不会唱了已经啊。其实我这个特别通俗，来来，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耶，我师父唱过很多歌，嗯，什么什么花心，什么什么那个外婆的澎湖湾，这都是外婆澎湖湾，我倒是会。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哎，这挺好。唯有椰林缀斜阳啊，只是一片海蓝蓝。因为这个歌，我已经当选二人转协会副会长了。他们说我唱的可有那东北味儿了啊，特别好听，特别好听。唱的我唱没他们俩唱的好。您客气。因为今天这个演出您也看出来了啊。其实我们自己内部知道今天是德云社成立20周年演出的闭幕式，就热闹，但是没敢折腾这么大。嗯，因为在2016年4月份的时候，就在这个剧场是德云社成立20周年的开幕式。嗯，结果这一演了一年，整个2016年德云社超过5000人以上的大型商演，我们演了是几十场，是90场还是多少场我忘了啊。然后小剧场商演是3000多场，我们不能再敬业了，再敬业就快累死人了啊。演了一年，然后到今天这个系列演出呢算是一个收科。对啊，就告诉什么岳云鹏啊、郭麒麟呢，在外忙的演员都得回来。您也看出来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相声大会，对，为了就是跟大伙儿一块儿玩一玩，热闹。感谢您各位支持我们这么些年。对，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郭德纲、于谦、岳云鹏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哎，谢谢各位，谢谢支持，谢谢。岳云鹏是我徒弟里边佼佼者，不错。为什么说佼佼呢？因为他两只脚。啊，这嗨，佼佼者啊，挺好。这些年就算不错，我们是一步一步的看着岳云鹏成长到现在。嗯，就算有良心，这孩子就算不错，挺好啊，挺好。这个在后台啊，就我们这个辈分呢，其实并不多。嗯，德云社啊，都搁一块儿，反正好几百人了。孩子们居多，哎，大人们少，尤其大人要是没溜就根本就管不了孩子。哎，这就往我这儿比上。平时连高老师啊，在于老师其实是没少替我受累。您客气。给孩子们有时排练呢，有时思想工作什么的啊。高老师其实，高老师请来吧。高老师在了吗？哎，高老师来一块儿吧，一块儿上来吧。来，高老师来，来。好，高老师改茶房了。高老师，得嘞，谢谢您。送水的专家啊。我也说他实在喝不了了。哦，那行。那个高峰我师弟，哎，我们仨在这行里边算是平辈。对，过去来说说相声说头一辈谁呢，嗯，因为我们没法分第一辈第二辈。怎么啊，这行他哪有说从谁开始的呢，他都是清朝末年。嗯，那会儿来说
皇上西太后去世了，犯国丧，哎，艺人们不许动响器，哎，禁止娱乐。你说你拉个弦儿啊，敲锣打鼓啊，都是不允许的。对，你一百天不许打家伙。嗯，啊，皇上家经得起，老百姓怎么办呢？吃谁的？一百天不让唱戏，这唱戏就得饿死。那是，好多艺人就上街了，不让敲家伙就清唱吧。嗯，其中就有艺人把自个儿会的挪到地上清唱，唱一段吧。或者讲个笑话，这是最早期的相声的雏形。哎，后来就并在八角鼓里边，其中有这么一种形式叫相声。后来有一位集大成者，这人叫艺名叫穷不怕，唱京剧出身，啊，本名叫朱绍文，对，老前辈，算是朱先生呢，在这方面起了很多总结性的作用吧。对，后来说相声说得了，朱先生是咱们的相声祖师爷。哎，所以我们就把朱先生朱绍文当成第一代祖师爷，创始人。后来啊，就来了帮专家，专家们说我们查资料了，哦，资料上显示有一天朱绍文穷不怕先生走到街上，看见一个叫张三禄的人，就喊了句张老师，啊，那这么说张三禄是祖师爷吧？嗨，其实并不准确，可能打个道，他再往上其实还能有四五辈儿，是吧？对，但是专家都说了，说这张三禄算是第一辈儿，因为最早我们是以朱绍文先生为第一辈儿。传到我们这是第七代相声艺人，没错。后来就加上张先生，我们算第八代，哎，还加三儿的。你后边你说再找出几个来，我们这辈儿还得下来。哎，但不管怎么说吧，嗯，我们仨是平辈，哎，这错不了。我师傅是侯耀文先生，是喽。谦儿的师傅是石富宽先生，对。高峰是范老师的徒弟，就是范老师是范导爱，哎，去。说说就走善的你，我师傅叫范振玉，翻译过来是范导爱，哎，这没有，没翻译叫范导爱，去去去，没有范导爱啊，就是一个名字范导爱。对了，像话吗？范振玉先生，哦，范振玉先生，哎，艺术家，很遗憾，什么呀？三位先生都去世了，是这事儿闹的。哎，我师傅活着呢啊！好，你这一句话就说死一个，你这。你这人耐不住寂寞的，你看你 这能寂寞吗？这个，这人你也是，你说话得负责任。哎，好的，这话应该下礼拜再说。哎，就活一礼拜啊？啊，没几天了。哎，你别许给他啊！我说多了，到时候他讹你也是事啊。哎，我也后悔了。反正老先生们不多了，哎，啊，这个希望我们的相声前辈们都健康一点，是那是能够给我们留下一些个好的资料啊！太棒了，一块合作这么些年了，其实实话实说呀，您讲，他们哥俩比跟我的私交更好一些。哎，我们住得近，他们俩近，马路这边那边，对，俩楼，有时候于谦没事拿望远镜啊，就行，别提这个，又来了似的，看高峰他们家睡觉啊，那没这么回事。一进后台，我要看着于谦坐在那儿这样，怎么了？愁眉苦脸，有心事。谦儿，你怎么了？嗯，谦儿不会理我，我跟他不过这，去去去去。咱们弄一没面子，有买卖没交情，非得高峰来，嗯，一屁股坐旁边了，怎么了？跟我说说。嗯，谦儿一抬头，满脸愁容啊。高峰，跟我说，咱们是亲哥们儿，就是好哥们儿，是给对方舔伤口的。这比喻多好！你到底怎么了？就是于谦儿，痔疮。哎，去！前面这铺垫的多瓷实，你看见没有？一会儿我再进屋。看于谦儿欢蹦乱跳，哎，对他好了吗？是技术不错，哎，去去去，还行，啊。这演员的什么的台上他都说你这玩意儿。高峰坐在边上，嗯，对呀，啊，我等着舔我呢，这是。嗯，高峰你怎么了？嗯，可是别咂巴嘴了，挺好，尝尝，挺好，嗯。他们哥俩好，谦儿也愿意给高峰花钱，是，谦儿家里有钱。哎，别提了，在北京大兴边上有个地儿叫李贤，哎，有这个地方，他趁六十亩地，您听听，地里边种了好多动物，种了种着好多草，种了好多植物，哎，养了很多动物。您别搁一块儿说，那很厉害呀，啊，就是很厉害，尤其是挨着庞各庄啊，种了好多庞各庄的西瓜，您听那产这个，想当年那是给皇上进贡的好西瓜，了不起的东西。好家伙，这西瓜自打一滋出芽来啊，于谦就撅着地上看着，嗯。一直等到收获，好，我也太气迷心了，这个他都观察，啊，观察观察，哎呀，后来接了瓜了，嗯，只要一接瓜签儿就愁死了，怎么我发什么要来个鸟夸，拿着嘴一签这瓜就裂了，糟践了，怎么办呢？定个木头挂个草帽，意思是吓唬这鸟，哦，这儿有人，开始行，后来不管用了，嗯，鸟明白了，那是后来这木头上挂个破衣服啊，对，更像一点啊。开始行，后来不管用，就是最后看出来于谦有钱了，怎么呢？就这六十亩地，嗯，买了100多个充气娃娃，好家伙，
都码在西瓜地里边。哎呀，跟活人一样。这回，哎呀，鸟不来了，连河北省的流氓都来了。哎，好家伙，对，鸟不喜欢这个。那么地踩的那个结实了。挺好，来俩鸟的，挺好。高峰爱上那儿去，对，哎呦，哎，好，我冲那娃娃去的，是冲他去的，冲，哎呦，这么些小动物喜欢，哎，喜欢动物。高峰也喜欢动物，就是高峰喜欢动物，有点喜欢的丧心病狂了，都快。哎呀，我就是爱他，已经到了顿顿都得有的地步了。哎，他我吃了他，像话吗？跟于谦说，我想养动物，养吧，我能放在你这儿养吗？他那宽敞啊。啊，想养什么呀？我想养个猪。您别乐，我属猪的。宠物猪，对，我想养一个。于谦说养吧，嗯，买一个来，买一个，我也买一个，嗯，咱俩就伴一块儿。你瞧，这俩家伙连猪都不放过，这叫什么话呀？一人买一个猪，哎，两个，两只猪买回来了，是了啊，买回来俩人看着猪傻了，怎么分不出来了？一边大，啊，花都一样，这哪是你的，哪是我的？这得分着，还得说于谦聪明啊，拿刀瞪这猪耳朵，刺儿，意思是，你那个俩耳朵。我这个一只耳，啊，靠这么区别一下，把这个炖炖吃了吧。啊，好家伙，主要是这味儿，味这耳朵，嗯，猪受得了。转天来电话了，嗯，高峰你来一趟吧。干嘛呀？俩猪打架，这把那耳朵也咬去了。是他看着生气呀。嗯，俩一只耳，高峰去了，这怎么办呢？其实拿刀刺儿。嗯，你那个一只耳，嗯，我这秃猪，哎，对，没耳朵，成河马了。嗯。转天来电话，你快来吧！啊，现在俩秃猪了，嘿，又咬一个去，净打架了，就是去了这俩猪，都没耳朵啊。于谦拿刀刺儿，这是把尾巴切了，也换换口。嗯，哎嗨，光吃耳朵腻了。你那个啊，你那个猪有一个尾巴，我这猪没有尾巴啊，无尾猪。转天打电话，快来吧！嗯，这俩两头齐了，哎，对呀。到那一瞧，这俩猪都没耳朵，都没尾巴。哭哧模样，分不出来，哭哧猪，那哥俩抱头痛哭，分不出来，分不出来呀，没得切了，哭了40分钟，于谦乐了啊，嗨，怎么着？黑的是你的，白的是我的，就这么分的。老高来这么些年了，他这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胸毛还有腿毛呢，真的。你都看见过是怎么？他有点反祖啊啊。高老师啊，哎，您先生，听说您要唱太平歌词了，我自己宣传的，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也是必修课啊。您给大伙儿唱唱，我们来欣赏一下。您给鉴别鉴别。好 啊， 啊，太平歌词啊，嗯，这个俗透那个段子我还不唱，哼，我唱的都是比较偏门一点的。你听听，那也三段。哦哦，如果您要是不会的话呢，希望您不要自杀。我怎么这么大气性了？我怕您想不开。我想想。那我可准备开始唱了。太好。好了啊，嗯，我那个乐队也没来。哎呦，这，乐队没来，我就自己唱了。那好好好啊，太好了。您准不会啊？你看我很期待。就是啊，怎么可能呢？听这个啊，来吧。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争。老刁，臣老刁，老高，老高刁，老还大老刁呢是吧？汉高祖有道坐江山。对对对，您这头一句没唱完啊，我徒弟就接上来了。他那属于是回音，有这么大的混响吗？啊啊！韩信算卦，哟，这段您听过？就这个门口，一分钱听七段。我要听一段多少钱呢？那看你的饭量。哦，这不是正式的唱，这叫热身，溜溜嗓子。好人知道吗？没正经唱，这是白饶的啊！是是是，哎，还剩两段，再来一段。你这孩子有你还好，再来怎么不会？你看咱们正经开始了，换正式这段啊！好，注意听着，我很期待啊！注意啊，哎，那隋炀帝无道，他行事凶啊，弑父夺权力，老道，你才老道呢！可以了啊！又怎么了？这段，这。他又会了，我问你知道吗？这叫什么？叫什么？你说就说出来，没事，不丢人。秦琼观阵嘛。对啊，秦琼观阵的。有两下子，这爷俩一合手，
不是，这有什么一盒？我回到家乡了，当着各位朋友，我刚才说了，我打真根里都特别高兴。您哎呀，您给我来个字儿。这什么打真根里边，谁听懂这路话呀？啊，不天津话吗？啊，废话啊！你怎么回事、啊？您要真唱，您得来那个没有的。我可不给你留面子了啊！那您还客气什么呀？对不对？您明天后天还两场演出。哎呀，高老师，您你这么大锅的盖，哎呀，当堂不让父，来吧。父，您别瞎比划，当堂不让步。啊，是举手不留情，得嘞。今天咱怎么办、啊？怎么办？我来我那压箱底儿的，你看看。我就不相信这个节目你也会。这句相信说明你是河北省来的。昨天，天津过去属于河北省。那是那昨天的事儿。我连夜整理出来的。呵呵呵，我连夜找那个老唱片。哦连夜整理出来。哎呀，出唱片也疯了，录这玩意儿干嘛呀？嘿，你都没听过啊啊！注意听这个啊，你这是你说的最后一段，是真的吗？您看着。哎，注意听着、啊。来，高老板，嗯。那一字儿写出来，一家房梁啊；二字儿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儿写出来，横着瞧串字儿模样。师傅，你叫唤，天都亮了。什么叫叫唤？那唱片好像就是你录的，不能啊！识字令了，人家过去录唱片是为了挣钱，谁录这个破玩意儿啊？这不挺好的吗？识字令不是您，咱别玩笑啊！刚才栾云平说了，说您就会三段，三段，我还一劲儿给你褶着说，没用、啊。到现在，那不得一段一段唱吗？这刚第三段，能说我会三段吗？对不对？我要告诉我这个人缘都回到你的身上了。不是，人家这是。还有拿手的啊？不可能了，老高，您来正经的，来正经的呀！啊，今儿我会30段、300段，今儿我不唱了。呵呵呵呵，太可气了，你们。不是，我没说别的。哦，唱一个接一个，唱一个接一个。好容易回到天津演一趟，我这天津大礼堂，我10多年我没到这演来了。那你就是没演过啊？没演过。各位亲爱的友友，你原来演那个，你演演，您说这都没用的话呀？就是，眼睁您唱的这个我们知道。给我来难堪，没有。给我来难堪，我这个。我这脸面，你说你说往哪搁？你踢我干嘛你啊？啊，我这蹄儿哦，像话吗？完了，不你，我算看透你们了。不是，哎，多日子不见面了，哎，回到家乡演出，哎，没两分钟打起来了。老高，给我来个字儿，这叫没两分钟，这叫没两分钟。行了，行 ，OK， 行，干嘛？你别生气，有话好说，你说不了，这年过的这无法沟通。原来我打算今年过完年呢，等于我就叠了，就完了。没想到你们给我加速了一下，早叠了，哎，哦，完了，打今儿开始，朋友们，你把手机准备好了。哎呦，会要坏，你别，你把抖音准备好了，不要煽动自媒体了，他们够热闹的了啊！直播啊，咱我们也直播，没拦着，一直在直播呢，在直播呢啊！即日起怎么样？高某人退出德云社，谢谢，朋友们，这是观众的福气。高某人不是什么话，这就你看，今日起退出德云社，哎，太好了，加入民主剧场的演出。我以后就不来了，朋友们。哎，您贵姓是冯是吧？不重要，不重要，咱就不见面了啊。打这儿不来了，你惹的祸，你劝劝吧。不，怎么这么这么请？这么大脾气，这哪说理去？你看这么一看都谢顶了，你看了吗？打后边看秃的厉害，你要再不拦着他，哎。干嘛呢？你干嘛呢？啊！我走了，我退出德云社，这都录下来了。你怎么了？反悔也没戏了。你怎么？你又失禁了？是怎么着？什么？怎么又找节骨眼又下去？不是，我得想走了，不是找节骨眼，演完了，演这我节目我演完了。你够点儿了吧？就演完了。你们俩演吧，前面大了，你们演吧。不是，你先找他干嘛呢？干嘛呢？那是走啊！你是真走啊，还是跟我们这儿逗着玩呢？你看这意思像逗着玩吗？像逗着玩吗？你对不对啊？不是有这么逗着玩，走了就不来了，知道吗？退出德云社，还要说几遍呢？不是至于不至于？至于，台上这么窝人，当面跟来对面撅，好看吗？大哥，拿你当双截棍了。你把我搁这儿，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我不是诚心搁，你就这能耐？什么就这能耐？第三段你假装说我不会，不就完了吗？我能假装，他假装了吗？行，你们爷俩就这样啊，你们就这么长。不就这么长不是、啊、真走了真还真那等2年呢落实了落实还回来不回来了走还回来不来了打这儿开始永远不见你们哎呦我先谢谢您断道谢谢您断道了真是这咱两高兴哎拜拜哎行走走可以啊可以老拦你老拦我你把这个给我脱了哎你把这个你干嘛你我脱干嘛你干嘛哎
哎别哎干嘛去我脱哎你给我脱了快点哎哎哎哎哎别真走哎快点哎你给我脱这儿干嘛你你给我脱了你要里头那要外头这个你怎么回事我要外边这个里边这我想有味儿不给你干嘛就是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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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我脱了我别把你脱了都脱了哎呀撒泼来了跑这你给我徒弟搀起来吧他身体不行你自己能起来吗你给我脱了快快这你快起来吧我给你脱了是快起来起来啊让我给他脱了不是有话好说你们俩这是怎么着你归位归位那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哎呦气死我了你们这演员就这素质啊是我们演员就这素质啊那个那个还不如你了啊哎哎对呀、啊他走就走吧咱也不差这一个半个的真的啊哎呦我就快气坏你看你看、哎、他们孩子气坏了啊那真的塑像的吗行了你先说吧怎么着啊他穿那东西叫马褂这是对吧就这个哈哎我直喘啊对这点钱太难挣了啊可说是他穿那马褂我的你看他穿的不合适跟内衣似的我打刚才我还纳闷这蓝袖口出来这么长这是啊就星这个你不懂没听说过啊、嗯、你一看就是星的啊传死我了因为马褂的这得跟外边一齐才行您这个那不脚脚不就行等会儿哎、嗯、人家说了我得问问你您问这马褂谁的走了打这开始走了这他妈不要紧走是肯定得走啊得走啊马褂是谁的您问这个对这个我穿着呢啊是你穿着呢我穿着呢、啊、狗穿着我就不问了狗穿着你、啊、狗穿着也得问也得问废话废话什么意思这衣服是谁的这人呢说话聊天啊他就不讲道理那夸我呢我穿着一件衣裳、嗯、你过来问我是谁的嗯这都不像话这怎么不像话呢怎么样你大街上走着一先生、啊、你过去了先生你穿这西服是谁的呀我凭什么呀对呀、啊、你凭什么呀是你刚才告诉我说你不干了走之前得问问呐、啊、我非得问多新鲜这是谁的你就问这个对这马褂嗯那孙子的那嗯你这一下把我辈儿也拉下来了你知道吗啊反正你们爷儿俩你们爷儿俩知道吗那你们也爷儿俩啊别啊这个马褂是他的是他的给他嘿你说多轻松啊是他的给他就是给他不能给他不是凭什么不能给凭什么对了这当时给他要是撕了怎么办你管着管不着哈、啊啊、人家的医生啊凭什么不给人家那我也不能给他这个我不是从他手里借出来的你从谁手里借出来的东西也是人家的呀那不行你这都不知道你跟人瞎掺和我们这里头有故事、哦、这里有事儿啊啊啊这个我是从他母亲手里借出来的他们老太太啊啊你不挺熟的吗、啊、我知道对不对 啊那天呢嗨别提了我在家里头接着一电话说是德云逗笑社呀第四季呀要开始筹备了是吧、啊、你这个消息啊嗯有点超前了对第三季还没拍呢嗯那提前呢有点准备啊嗯打算让我呀当这个主要演员完了没收入了主要演员人是要求什么呢穿这种啊大褂套马褂的形式参加啊、哦、大褂咱家有啊对马褂咱没有嗯你说因为这个啊把这事儿驳了让人家栏目组也下不来台哦是 是不是啊、嗯、我一想啊就那小子他家里有别废话他家里有我说去借一个吧嗯做一个不值当的是不是去借到那儿啪啪这么一打门呢他母亲出来了我说嫂子咱们这个云平不重要不重要啊对就是让他说云平在家吗嗯哎呦还提呢好家伙这个你妈多大岁数了我妈要孩子晚啊、哦有点太晚了这个出去都不回来呀出去玩去了你找他什么事儿啊问问吧我说那个大嫂子他不在家那个对了我想起他有那个马褂能不能借我一身穿一穿呢嗯哎呦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嗨我们这不是逗笑社吗特意邀请我参加得穿这么一件衣裳我知道他有借我一个行不行哎呦行那衣服有的是等着我给你拿去嗯一会儿功夫拿出来一件就是这个那、啊、就这件、嗯、哎挺合适的这个就是这个、给您拿着穿去吧我说谢谢您我刚要走呗我叫住了等会儿先别走啊我呀嘱咐你点事情嗯你跟这个云平啊经常在一块吗我说我们一年能见上几回那就行了这叫什么合作伙伴这是啊一回就好几个月哦那就行了云平这个人呐在外头说话是云山雾罩啊
招三不招两 啊。有的时候一来跟朋友聊天就让人问住，他经常让人给搁那儿。你跟他说话呢，聊天的时候呢，你有学问，嗯，再遇上有的回答的不像话的时候呢，你往圆满处给他解答解答，你给他圆滑一点，你给他兜着点，嗯嗯，别让他栽跟头现眼啊。算我呀，托付你了，嗯嗯，行不行啊？嗯，这马褂穿走吧。哦，明白吗？哦哦，穿他这马褂不白穿。明白了，对他有好处啊。你要这么一说呢，这我们就听懂了，省得他栽跟头。这个。你母亲呢说你说话有问题，96了，要孩子太晚了，要早结婚呢民国时候就有你了。是，我也一直催的，说你说话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云山雾罩，经常让人家问住了，问住了回来就难看，所以托付他逢这个事儿的时候给你往源泉处说，要从这个角度出发，马褂不白穿。什么就不白穿？你看，你问问他，刚这么说的呀。是有什么？你跟他，你问他去，你问。嗯。哎，嗯，你还走不走了？不走可以。嗯，那咱聊聊吧。聊哪方面啊？就是你最不爱聊那方面。哦，演出费。这多得还我。什么呀？这马褂。这个，嗨，这你又不着急穿，对吧？过些日子再说吧。逗笑社第四季是2028年。你这甭废话啊！这多得还我，得有日子。这个对，穿些日子，多少日子？8月节。8月节？8月15我给你送去，行吗？没听说，够意思吧？不行不行不行。嗯、啊，现在刚2月份。对呀、啊，3天。三天日子太短了，3天那才礼拜几啊，对不对啊？那个什么吧，5一吧，5一给你送去。5一？5一？不，5一你穿着该热了。我不嫌热，逗笑社我得排练。不，一礼拜，最后死口了。一礼拜不行，一礼拜日子太短。一礼拜你今天礼拜几啊？礼拜二。今儿礼拜二，一礼拜不还是礼拜二吗？那没动会啊，这不废话吗？这吗？不行不行，咱呢那什么，妇女节我给你送去。38妇女节。不行不行，那天我正过节呢。你正过节？对，我给你当礼物。你甭问，一礼拜，下礼拜二啊。10天，我踹你了啊。10天，一礼拜。你别真踹啊。10天，真10天，真送吗？10天，行吧。行，10天，今天14号。明天14号，再到14号，行不行？你怎么算的10天？那是10天吗？那个。10天呢？别，24号啊。24号，给我送去。24号，行，晚点，夜里3点给送去。夜里3点是25号。夜里那你说几点？有夜里3点接马褂的吗？你说几点？早起9点。起不来。下午6点给送去。6点进我们家，你又吃一顿是吧？对，什么对？6点不行啊。上午10点吧。10点不行，中午12点吧。你还是吃我一顿啊？12点。不，10点半。11点40。11点。11点20。11点10分，11点14。行，你们俩太没劲了，我告诉你啊。11点13。行，可以了。我找大师算了。行，好家伙，13、14的吧。啊，嗯，行，行好。11点14，行，他也不走了。啊、不走吧。哎，待，待着吧。杜云说演着吧。啊，是啊，这不挺好吗？是吗？哎，他刚才说我什么云山雾罩？这说话没谱。您是觉得可能吗？我是咱们单位，我不敢说什么领导啊，嗯，人家评选什么副总，嗯，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啊，总队长能云山雾罩吗？嗯嗯，都知道我是您爱徒，对，您确实挺喜欢我的，是，您最爱的一徒弟能是云山雾罩吗？对，咱们姐儿俩多少年交情，这就来了，这就，你不叫栾云平，你叫栾云山吧？啊，云山要雾罩了，就是咱们怎么令咱爷儿俩，咱爷儿俩那么些年了，对。您能不了解我吗？是，说话云一板一眼，嗯，一个兔米一个钉，从来不说谎话。说我呀，嗯，而且我跟您说，他那马褂穿着那样，我不在乎这马褂啊，这有的是。是啊，同样料子，嗯，同样颜色的，这一件同样的啊，嗯嗯，就这个款式吧，我有12件。哦，就每个月换一件。对。粉的绿的什么花色我都有。哎呀，你都垮死我了啊。我就喜欢粉马褂啊。我就喜欢这个服饰。
哇，这个他独特的审美，我所以他穿着就穿着，穿吧，没所谓。是的，但是我就怕也怕他不还，我凑不了那十二个。哦，您明白这意思吧？明白了，穿就穿。嗯，我最喜欢这个传统。嗯，爱这个。我最喜欢传统。嗯，你看我这节目也是新节目，咱不行，短板。嗯，咱闭塞，喜欢马褂，喜欢大褂。出门，你现在那豪车呀什么的，我也做不得。不爱。我就喜欢，要不然坐个轿子呀，老范儿啊，出门骑个马呀，我就喜欢这个出行骑马，骑马挺，为什么叫马路啊？对不对？人家就给马走的呀。我从那个新西兰，知道这地儿吧？你怎么喝了又？哎、喝。嗯，从新西兰。你说吧，你开心就好。买了这么一匹纯黑色的大白马，你给我住口！纯黑色的大白马，对对对，这就跟那个纯金的小铜佛、黑白大彩电，这不都一回事吗？不不不，纯黑色大白马，大白马怎么纯黑色呀？不是，原来它是白马，我给上的漆呀、啊。哦，这个有点浪风抽的了，因为。我就图什么许的呀？我怕它冷啊。我喜欢这个，纯黑色大白马，刷上漆就暖和了。对对对，我就出门，我不打车，我也不什么滴滴，我都不，我就骑着这匹马。哇，这好家伙啊！但是吧，怎样？我跟说不爱聊这事儿。为什么呢？真是不挺高兴的吗？还没出正月，我不爱聊这事啊。是是，哎，好，这话手绢，好家伙啊！哎，有年头没见了，嗯，就这么挺好的一匹马，怎么样？上礼拜啊，掉茶碗里边淹死了。可以了啊，可以，可以了啊，栾云平，哎呀，这刚说完，这还在正月里边，你跟这嚎什么呀啊？我心疼啊！你先别心疼了，这母子连心呢。你等会儿还好，自个儿的骨血这是啊，嗯，这个我是可能没听清楚啊，嗯。您打新西兰买一个黑的大白马，大白马啊，纯黑色。这听明白了，大白马掉到茶碗里边淹死了。对对，当时那马还叫唤呢。不是你不叫，这不可能的事。你怎么不可能、啊？你喝了吧？谁呀？马喝了？马喝是这个事儿，它不可能。真的？真的吗？有人知道。谁呀？他。他。高老师，你要拜师吗？没有、哦，我也是太闲得慌了、嗯、您喊我什么事儿啊？哎，有个事儿啊，我跟您念叨念叨啊。啊啊，有一个人呐、啊，挺有钱哦，他去了趟新西兰，好地方，买了一匹大白马，挺正常的。这个大白马纯黑色，纯嗯，你是浪风抽的？你大白马、哎，我问你，这句话是不是在家你爸爸说过？我爸爸经常那个说我浪风抽的、啊、对对他是这样的啊，他是因为这个刷的黑漆哦，保暖漆，那你就解决了保暖漆啊，那不挺好挣的。但是这个马呢，上个礼拜掉到茶碗里边淹死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你哎没睡醒呢，是不是？拿起嘴就说呀，不可能吧？哪有这个事儿啊、哎？各位父老乡亲都是有文化的，你先等会儿再拖。他这事儿他是不合理的。哎，你怎么回事？你不24号吗？不是24号，这纯黑色大白马，大白马呀，掉茶碗里淹死了。这事儿你不知道？哦，这个事儿是他说、没有。有，太棒了，就爱跟着科学家打交道，是不是？您说，您给解释一下吧。他当然有了。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您刚才不解释得很清楚吗？我哪解释了？他是因为刷了黑油漆呀、啊，所以大白马变黑了。那不挨着呀？您不问这个吗？黑油漆是解决了为什么是黑颜色？您问的是？我问的是为什么掉在这个茶碗里边死的？哦，嗨，您把问题说明白了我啊。这个您的意思，这么大的一个大白黑色马，哎，它为什么掉在茶碗里边能淹死了？怎么回事呢？你说呢？你问我呀？
我不是您知道吗？啊，我当然知道了。我知道，我当然我得告诉你。好极了。哎，我要是不告诉你呢，你永远不知道。错不了。哎呵，他这个人呢，别看这么大岁数了啊，老有一颗童心。嗯，对什么事都好奇。哎，他这个就值得学习，是不是啊？他这个为什么大马能掉茶碗里边淹死呢？您给说说。他这个事儿我一告诉你，你就知道了。对，不说不知道。那是。这叫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哦，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错不了。有的朋友说我不同意，哎，说这个砂锅呀不如铁锅结实，是吗？各位朋友您错了，这个砂锅这个东西啊，只要是你保护的好，只要不摔它，它就没事儿。嗯嗯，铁锅不去，哦，铁锅是铁的呀，对，铁的它不响啊，质地不一样。铁锅里边要是有水分沾上空气，容易发生吸氧腐蚀，哦，最终生成三氧化二铁。是是是，铁的相对原子量是56，俩铁是112，氧是16，仨铁48，加一块是160。我问这干嘛呀？我。不是，就是砂锅。我连初二都没上去了，你跟我说这，我听得懂啊？我马上就到了。我懂这个，我还说相声去吧？你再多上一年，这就都接触到了啊！是是是 是，没问您这个。就是说，砂锅要不砸它，永远都不漏。那当然啊。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明白了吗？我可能刚才拦你拦早了。不要紧啊，活嘛。没问这砂锅，您问的是马掉茶碗里边怎么回事？哦，掉茶碗里头。嗯，哦，这事儿我得给你好好说说。嗯，这个不是现代的事儿啊，头些日子啊，是头些日子，对于现代来讲呢，那叫过去完成时。嗯，对吧？就是过去啊，过去换句话说呢，就是从前，从前呢就是过去。嗯，过去就是从前，从前过去，过去从前，无需乎否则然而，问题它是当然了。常言说的却好啊，它是奇变偶不变呢，符号看象限，是不是？它在我们在某一个环节来说吧，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咱得把它掰开揉碎喽，把它拿过来之后仔细这么一分析，这么一考量，我这个意思大概齐的，你也明白了吧？我糊涂了。我您说了半天没有一句有用的呀，我说这么些关联词您还没关联一块，全是废话，还不明白？那是啊。哎呦，干脆不绕脖子了啊，今天也挺晚的了，各位朋友也是兴趣盎然，是是 是吧、啊、我就直接告诉你。太好了，是不是？您受累吧。说这个马为什么能掉茶碗里头淹死呢？为什么呢？它为什么呢？它这个茶碗呢，它是一个大茶碗，明白吗？您这个话说的呀，哎，又响又不臭。哦，我放屁呢，是吧？话可不是，大茶碗像话吗？大茶碗也没有太大的，多新鲜呢，对吧？比茶碗大的那就是盆了，是是不是、嗯？那马蹄子也就才刚能下，还淹不死啊？那要比盆大的呢？那叫那就是水缸。哎，水缸那马反正噎咕噎咕，它也下不去。噎咕噎咕像话吗？哎，比那个水缸大的呢？那是就是澡堂的那池子了。哦，哎。这马就能下去了，马能下去了。对，那还能端着喝茶吗？对对对对对，谁端那池子喝茶？我看他不说，他不说，我得说了。这个我这怕您说吧，俩人向着了。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他当然，他这个马呀，他这个，哎呀，这个马为什么能掉茶碗里头，他淹死呢？对，他为什么？他为什么呢？为什么？哎呀，注意，你注意啊！我注意啊！这马为什么能掉茶碗？他马怎么回事呢？哦、哎，您怎么回事？师傅，您是不是缺钙？哎，我不缺钙，他告诉我注意呢、啊。哦，不要紧的 啊，我想起来了，你想起来啊？提个人儿，提个人儿，这事儿就迎刃而解了。哎，这是天津人做事的风格，你提人吧，我就爱提人。太好了，我提人啊，这人呢，各位朋友都认识，您最熟悉。哪一位？于谦老师。嗨，那还用说吗？对吧？对，于老师是您的老搭档，对，也是他干妈呀。对对对，是吧？这个您这拿起来就说呀啊！我看他像个老妇女似的，不能这么形容人家啊。哦，哎，反正于谦老师啊，哎，最喜欢这些东西，是养个马呀，养个牛啊什么的，养点这个，于老师喜欢。他呢，从新西兰呢，在网上订了一个马。对吧？人家这京东啊给送来了，好家伙，那马屁也不给送了啊！送来之后呢，呵，逞能啊，显摆啊！刚不是说了吗？骑这个就上马路了，嗯，骑着这个，郭德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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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有我这里头，嗯，上马路了，嗯，上马路上哪一琢磨上哪儿去呢？嗯，得奔远的地方，城市市区不让待，嗯，怎么办呢？上郊区，郊区啊，到郊区想起于谦来了，于谦在郊区有一个小动物园，嗯。天打雷劈宠物乐园，
不是天经地滑，你天经地不滑。哎嗨，就到那乐园去了。哎，到那儿之后一看于谦，于谦一看他，呵，高兴。哎，六目相对的时候，怎么还六目相对啊？还有马呢吗？不是，我把他给忘了啊。六目相对，呵，于谦高兴。嗯，一眼就看上这个黑色的大白马了。嗯嗯，于谦高兴啊。嗯，哎呦，你看我玩马玩这么些年了，我就没见过黑色的大白马。你看看，我心里高兴啊。你这马能不能租给我呀？租给我玩几天，我给改个别的颜色。嗨，他们家有油漆啊。人、说那什么干妈，您要是喜欢的话呢？还是干妈呀？那个干谦儿，您要干谦儿，怎么叫啊？怎么叫、啊？这不重要了，你说事儿吧。哦，他没叫，您就啊骑着玩去吧。嗯，你看看，让于谦骑着玩去。于谦，那行，那我玩去了啊，我玩去。您别这么玩去啊。于谦一琢磨呀，也是，人家心爱之物说两句好话，人给我玩了，那不成。我拿点什么东西跟人家交换交换，嗯，交换心理平衡，嗯，那得了，这马让给我了，我这书房的东西你随便挑，随便挑，真的啊，真的啊，我决定挑您这书房。连锅端不成，这是我习惯，连锅端倒是不吃亏啊，挑一样，挑一样，他一眼就看上什么了呢？嗯，于谦有一个蝈蝈啊，咱甭说蝈蝈，那蝈蝈葫芦，嗯，就蝈蝈的家呀，嗯，呵，太讲究了，那葫芦好极了。您给说说怎么好法？这个葫芦啊，它是有名，它叫知道吗？它是这个流沙河的这个葫芦，这流沙河的。唐僧取经时没拿走是吧？还流沙河的啊，有名，沙河流的，沙河流，对，沙河流的葫芦。专门弄这个葫芦弄得特别好。你说这是吹糖人的那是啊？这葫芦它也得有造型啊。好，面二出身啊。这个口呢，牙口哦，里边那个胆呢，嗯，都是金丝儿煨出来的。好家伙，一般都用铜的。这金丝儿啊，有钱，是是是，讲究。再说这蝈蝈，嗯，蝈蝈这么大个儿，多大个儿？这么大，这么大个儿。哎，大蝈蝈，这是马鞭嫁接的。啊，大蝈蝈，你见这蝈蝈都什么色的？这湛青碧绿啊！哎，他这蝈蝈不见什么色？紫红色，跟这大褂一样。哟呵，他这是胡萝卜抠的吧？对，活的啊，活的。那四个眼珠子瞪起来之后，呵，精神极了。四个眼珠子啊，叫起来，呱呱呱呱，叫满了音儿，整个叫满了音儿。嗯，他一看看上这个了，哎呦，我喜欢这个，拿走拿走。哎，人参果了，拿走，拿着玩，拿着玩去。哎哎呀呀！让他拿着玩去。嗯，他把这个就拿走了，把这马呢就换给于谦了。好，他拿这东西他嘚瑟呀，高兴。你像你回家不得了吗？是，他不去，找一茶馆，往那儿这么一坐，舀一壶热茶，拿出来他要显摆显摆。嗯，看咱这个蝈蝈，拿出来这外行，拿出来打开盖啊，您得亮一亮。嗯，他不去，打开盖一瞪黄，那蝈蝈，嗯，哟，好好，出来个鸡啊，这是。什么情况？是蝈蝈吗？这蝈蝈咱不会学啊，是吧？要打鸣了，这是、啊、什么情况？蝈蝈惊了，嗯，噌楞一下子，怎么样？蹦起来了啊！刚倒一碗热茶呀，这蝈蝈扎一猛子，噗，哟，掉里头了，哦哦，连烟带烫，那蝈蝈，蝈蝈死了。哦，嗯，蝈蝈一死，他一看，哎呦，我那黑色的大白马，嗯，掉茶碗里头淹死了。明白吗？他是拿马换的蝈蝈。对呀。哦，把人家这烫死了，那马不给他了呀。哦，拿这么一换算，对呀，就如同这马烫死了，回不来了。好家伙，明白了，您擦擦汗，您擦擦汗。哎呦，我还行倒是啊。哎呦，是你客气客气吧，不容易，是不容易啊。哎呦，您就是我的恩人呀。啊，您就是我恩人。那当然了，刚才这套说的不错呀。啊，说挺溜乎哈。是吧？嗯，不错不错。气死我了。确实是。那马跟那蝈蝈一换，对呀、啊，蝈蝈一死，如同马我也落不着了。啊，当然了，没你嘛事儿啊。哎，辛苦您了吧？哎呦，您客气，辛苦辛苦辛苦。好，今儿咱走吧，咱走吧。别走，别走，别走。嗯、啊，你这接孩子来了？干嘛？哎，嗯，多穿，多穿些日子。多穿多穿。穿什么时候？刚才说是十天不是吗？24号。十一天。十一。费这么大劲，多穿一天。行，多穿一天，十一天。十一天，就这么办了，好不好？就这么办了吧。那咱商量好了啊，36号给我送去。哟，遇上一傻子，那咱就好算账了。36号行啊，多少号？36号。
多少号给？25号。2月36。25号。哎呀，这家有谱没谱啊？你行了行了，嗯，穿的时候在意点啊。多在意？你看我脑袋还罩着罩着，是吧？嗯，你平时怎么还喝奶呢？是怎么着？还行了行了，我得补钙。行了行了行了，再聊会儿。行行，还聊啊？行，太续分了。行，您别给他打了，嗯，那手比那还脏，那是，嗯，真不是玩意儿啊，真是，一换什么没落着。你可这么说倒是对啊，我说话就是爱超劲儿，其实不是云山雾罩啊，蝈蝈没有了，马也没有了，对，得了，学嘛去吧，嗯，我还得找玩意儿啊，哦，我就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啊，哦，愿意逛这个，我就瞎溜，溜了以后没什么意思，嗯，我也不会挑。干脆我就找几个小哥们儿散散心，哎，找几个哥们儿聊会儿，吃点东西，哦，喝点酒。好，我就奔了一个烤鸭店。嗯，我最喜欢吃这个烤鸭子。嗯哼，奔烤鸭店喝点去吧。找了三五知己上二楼。嗯，哎，这屋空气也不老好的。嗯，把窗户开开，哎，点菜吧。嗯，点来个糖拌西红柿，来拍黄瓜，来点炒绿豆菜，炒点这个。好，这做了一桌子兔子。嗯，来点素菜，太素净了。主要是吃这个烤鸭。哦哦哦哦，咱要是精品不精品，我们几个人正议论呢。嗯，从窗户外边飞进了一只烤鸭子。这烤鸭子还没脑袋。哟，得了，甭点了，撕这个吧。可以了，可以了，就吃这个。你可以了，可以了啊。你这麻药劲儿没过去啊？没有，我今儿换药了啊！坐那儿吃饭，打外边飞进一只烤鸭子来，没脑袋，没脑袋！你这叫胡沁，二楼，几楼也不行啊！不，这事儿有人知道，谁知道？他，啊，他不是歇够了吗？哦，好，哈哈，阿峰。嘿嘿，阿刚，又来题目了，又来题目了。有几个人在外边吃饭，他是这么回事。人家啊，因为什么呢？他是拿马呀换的那。好，可以了，可以了。马一趟死那演完了，那演完了，行了，那让马歇会儿吧啊。哦，有几个哥们儿啊去吃烤鸭子，吃烤鸭好。哎，坐到二楼，窗户开着，没等点菜，飞进来一只烤鸭子，还没脑袋。哦，您看看这个事儿，您这是瞎说呀？你看看。羊毛枕没挑啊，你看看别这么胡说八道，羊毛枕都被人知道了，是不是？哪有这种事情发生啊？哎哎哎，那个鸭子能从窗户外，还穿还穿不穿？哎，25号还穿不穿？能从窗户外边，你干什么？你怎么又来了？25号吗？二楼飞烤鸭子没脑袋这事儿你不知道？哦，这个事儿也是他说的？你没有？有有，好啊，太棒了，必须得有。好嘞，啊。有，您给讲讲吧。啊，非得讲一讲，多新鲜呢！他这个观众不爱听了，已经不能哦，不能。他这个主要就听这个啊。为什么他从窗户外边能飞进一只烤鸭子来呢？为什么他这个烤鸭子呀？哎，是不是啊？对，他这个他活鸭子他也不好飞呀。你问谁啊？是不是啊？他还非得是烤鸭子，嗯，活的就飞不了了。嗯嗯嗯。哪吃的饭？哪吃的？鸭子楼，鸭子楼，嗯，鸭子楼这个鸭子它特别好啊，嗯，是不是？明天你可以尝尝去，是不是？啊，它这个鸭子楼，它这个烤鸭子，它这么，它愣飞到二楼去啊？哎，这东西啊，它因为什么呢？嗯，这里有物理学，你初二可学过啊？哎，要开始欺负人了啊！物理学，它这个鸭子烤的时候，它烤鸭子它有热气儿，对不对？对不对？对，哎，烤鸭子有热气儿啊！哎，实际上它不是飞，它是拿热气儿一吹，跟热气球一样，热气呜，那鸭子，哎，就上去了，身临其境，明白了吧？哦，这对呀，它底下有火，火上有气儿，对，所以说一下子呼噜呼噜就上去了，就飞了。那你看那包子铺那包子。卖馒头的，蒸花卷的，银丝卷一掀屉都飞起来了。你那包子馒头不能飞呀、啊？那鸭子怎么就能飞呢？鸭子有翅膀啊，包子有翅膀吗？包子还有褶呢。哎呀，褶那褶不就拧着就上去了吗？那不行，您这有点童话故事了，是不是、啊？鸭子有翅膀，它就是它这不就吹上去了？那也不像人话，也不像是它。别忙啊，它是这么，我再给你解释啊。啊，鸭子它这烤鸭子，它这个一般来说，它都是这鸭子，你说它也挺难受的，这是是是，是不是？
你比鸭子还难受。哎呀，这鸭子，你说它这拔毛时候就够受罪的了、啊，对，给挂在那儿，它愣烤 啊。你这东西，哎呀，这鸭子这越烤，你拔完毛之后本身是凉的呀。啊，你刷黑油漆呀、啊？哎呀，呵，这刷黑油不管用，跟大白马一个道理啊。把这羽绒服给我拔了，我这冷啊，恨不得有点热乎气儿才好了。嗯，嘿，一会儿来了啊，呵，底下烧上火了，高兴了，呵，我也终于暖和起来了啊。但是这个火有点过旺了啊，嗯、火有点过旺了，我可烧的有点难受啊。烧的实在难受了，我忍不了了，我怎么办呢、嗯？得了，我飞了就飞了吧。他是赌气飞的。你跟谁怄气呢？你啊！你让人拔过毛是怎么啊？你烤过呀？这鸭子它怎么飞的呢？不像人话，还不像话。你知道你说呀？我知道它是这么回事。怎么回事？它鸭子楼的鸭子，它怎么的？对了，别地鸭子飞不了，哦，非得鸭子楼的鸭子能飞。凭什么呢？鸭子楼有外卖。有外卖，这我没猜着，您再说一个吧。没猜着，我给你解释啊。好的，鸭子外卖跟您平常订那个外卖不一样。这送外卖的呢，他弄这么长啊，一根小扁担，嗯，头里有一钩，这钩呢挂那鸭子脖子上，挂在这儿。他这么着撅着，给送去，拿袋一套就捂了。嗯，这么着送去，这小伙计呢，这么着送这鸭子。送鸭子对面来一人呢，没留神踩着脚了，俩人因为这个打起来了。哦，哎，这小伙子山东人，背着这个，哎，你怎么一回事？你怎么回事？你看你走道踩脚了，踩脚怎么了？我还打你呢。又说你打我，我拿小扁担抽你。呵，注意这字眼了吗？我拿小扁担抽你，拿扁担这么你抽。哎，行，看明白了啊。他可就忘了，这个扁担上还挂着个鸭子呢。嗯，这鸭子脖子多糟啊。嗯，鸭脖子挺细挺长的。是是，见过见过。拿钩勾着呢，这一甩怎么样，这脖子就断了。哦，那鸭子就飞出去了。哦，正好那窗户开着，鸭子从那窗户进去，吧唧正好掉这桌子上。嗯，他们一看，哟呵，从窗户外边飞进一只烤鸭子来。啊，还没脑袋，咱吃吧。吃这个，那脑袋呀还在那钩上挂着呢，你明白了吗？明白了吗？我明白了，气死我了！多简单的道理，你说是？我头回听说这个故事啊！哎呀呵，真不错，真不错。嗯，作文拿过奖吧？嗯，拿过三等，不错不错，是不是？哎呦，还跟我想说的一样。你想说你自个儿说多好呢？不，哎呦，真不错吧？像话吗？从窗外飞烤鸭子，这飞一碗嘎巴菜，我怎么办呢？我差一点我就嘎巴菜了。你太可咱走吧，咱别这样。去，谢谢你，我给你鞠上一鞠。哦，放学了。哎，谢谢你，谢谢你啊，谢谢你，不容易，不容易。可不嘛，多穿。刚才是25号。25号。嗯，穿一个月还不行？穿一个月啊？315给我，315打假的日子，好不好？行，咱就这么办了。315给我，咱走吧。别走，别走，差不多了。不，还有一个话题，还有话题呢，还有一个话题。哎呦，那您快点啊！哎，栾云平，哎，我有一个建议啊，嗯，要是刮风把井刮到墙外边，别说了啊，我不想知道。他那是把墙刮进来。哎，对，没问题，这不重要啊。刮墙外边啊，老太太八个指头戴石头戒指都不用告诉我。哎，没问题，没。电线杆那儿接苹果，这那都不要。开水里养活鱼，都不要。这卖烟卷跟豆儿墩，是，这咱都不说这。其实这可以说这个，这，下回吃完这个脚丫子呢？哎。烤啊，不，先吃的烤鸭子，嗯，再吃的脚丫子，我们吃脚丫子，吃完这烤鸭子呢，就各回各家了，我们就就地解散了。嗯，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就靠这被窝垛上，还是想我这马，嗯，想我这蝈蝈。原来我不行这草虫。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你靠那被窝垛上啊，你趁这么些钱，你这屋里边这装饰差点啊。我喜欢这个金被窝垛。金被窝垛，我靠这被窝垛上。嗯，我原来不怎么喜欢这草虫啊，自从于老给我这蝈蝈以后，我对这草虫有点迷信了。哦，我就开始喜欢了，爱上了。对，我就想，我多的我也得买去，正想着呢。嗯，就听外边，嘟嘟嘟嘟，好来了，嘟嘟嘟嘟，我一看什么动静 ？BB 机。不，好家伙，不是你把那金被窝卖了买个手机不好吗？我想这年头没有 BB 机了。嗯，我仔细听，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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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蛐蛐
就是蟋蟀。我懂。这天儿，还没停暖气呢，居然有蛐蛐儿。嚯，我得找去啊。哦，这蛐蛐儿有长寿基因呢。是是是，还活着呢。我出这院儿，我一听，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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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没在这院儿，在哪儿呢？在胡同口呢。好，我就出这胡同口啊。我听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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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胡同口呢。没在胡同口，在哪儿呢？在宝鸡道呢。我的天爷啊！我到这宝鸡道，我听嘟嘟嘟嘟，哎，这回有了。没在宝鸡道，那在哪儿呢？在唐山。好，还怎么走啊？在唐山。唐山，我这大车票奔唐山去吧。唐山有个地名叫小山，那是个老地方。我一听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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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在这儿。我就在那儿了。我当时一看，这么点儿一小砖头啊，压着这蛐蛐。哦，那没多大。我拿起这小砖头一看。好家伙，怎么了？这蛐蛐啊，我没见过。蛐蛐脑袋跟咱剧场这么大。好家伙啊，俩须子跟电线杆子一样。蛐蛐这身长多长？16节火车这么长。好，蛐蛐这翅膀这是可以了，四个背部这么大。可以了，他还叫你就不用再叫了。这是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这事儿有人知道？谁知道啊？您问他去。哎，老高啊，哎，这就凉快多了啊。哎，打这儿听见有蛐蛐叫，由打宝鸡道一直吹到了唐山。胡说八道！小木头拉开了，看见他，哎呦，这脑袋跟大礼堂似的。不可能！哎呦，那须子跟电线杆子似的，吃饱撑的，身子就跟火车似的。没这么回事儿，这事儿他说的，我说的，你说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呢？马褂给他了。我不辛苦，我这歇工呢，我这啊，嘟嘟嘟，哎，行，可以了。这是连着4天，对，啊，德云社的相声专场，其实这个演出呢，我们是去年10月中下旬定下来的，没错，啊，是个系列演出，原来计划是春节后先唱3天京剧，哦，麒麟剧社前些日子不唱了吗？对，连台本戏包工，头本、二本、三本。三本包工唱完之后，我们是有一个古曲的系列演出，哦，就是德云古曲社正式对外营业。嘿，包括这2-3年我们招的这几十个孩子，连唱了再弹的正式对外，包括我们的老艺术家们，这个古曲演出之后，然后最后是4天相声蹲底。嗯，但是我们这古曲社的老演员、老太太、老先生们都70-80了，对，扬完了之后都喘不上气儿来。嗨。慢慢恢复，啊，所以说老太太们说再缓我们些日子吧。那你说怎么办呢？我们合同也都签完了，所以呢就把中间古曲的演出我们就摘出来了，搁到5月份了。哎，过些日子，啊，所以说您看前些日子我们在天津唱了3天京剧，然后这儿呢有几天相声，它是这么一个原因啊。这几天呢，你就是于老师不在，哎，拍戏。于老师是去年跟人签的合同啊，也没想到现在这环境啊很顺利了，是于老师那会儿我跟人签了俩戏，我说你去呗，是吧？是女演员也挺好看的啊，就图这个，你天天跟我们在一块儿有什么意思，是吧？我说你快去。于老师，我看看时间，我争取4月底或者5月份的演出，我怎么跟组里打架，我就跑出来哈，啊。我说你不用，你就跟人请假，你就是来再回去呗，哎，到时候再商量啊。这些日子呢，所以说昨天开始头一天，今天是第2天啊，明后还有2天，今儿是跟老高、小栾一块合作啊，哎，我们的荣幸，您带着我们。老高是我们这儿很有特点的演员，哎，有什么特点？你看昨天张云雷在这演，昨天站台上都演晕，他那个观众小孩们都是啊，跟那儿哇这么叫唤着，高兴，比较热情。哎，你看你高老师的粉丝呢，就是年龄稍微大一些。还有实在来不 了所以我们说话他就是我不敢大声说话，我怕吵醒了高老师的粉丝。好，啊，我给人说睡了。他经常这样，这个就说明什么？就说明我们的演员就是麻不良相，各有所长。哎，特点不一样。哎，您说爱听网红风格的我们有，是对吧？你爱看好看的我们也有。哎，你要爱听老艺术家范儿的我们这儿也有，
各式各样的风格，这四天查开了，哎，给您凑齐了，满足不同观众的不同口味，想得多周到，不一样。听相声也如此，有爱情闹腾着，对，这观众啊坐在那儿跟着一块较劲啊，哎，也跺脚跟着喊，喊好，痛痛快快，一身的汗呢。呵，打这屋出去就跟洗完澡似的啊。哎呦，再受了风啊，也有爱情老高这样的。就跟听戏也是一样，嗯，听戏那观众就是有的爱听那个高门大嗓拉着鼻儿跺着脚唱戏的热闹，有的呢就爱听那个哎韵味啊腔啊字儿啊，您不爱我爱这个上品，嗯，哪怕剧场就卖四张票，哎，这四个观众跟这演员他们也高兴，哎，都挺好，这就是口味，没有谁对谁错，就是艺术这东西，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你觉得好就是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感同身受，哎，没有标准。你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我是这个我们班的英语课代表，嗯啊，您这可是举例子，我说举例子了吗？您比如说嘛，哦，那完了，那这刨了，重来啊，因为我这是我当年在清华的那会儿，好，您这就没劲了，您这啊。对，你看，有同意的，有同学来了啊，就是你比如说，就英语，啊，当然我最好的是化学，嗯啊，化学，我就喜欢，化学也行，这没问题，有人喜欢化学，不是，是有喜欢历史，有喜欢地理，我喜欢化学，他初三才开化学呢，我们那会儿叫育红班，你知道吗？好家伙，我们小时候就是上学之前，学龄前有那个，就我们胡同那会儿有这个，天津市红桥区啊，我就小时候住红桥，对啊，汉桥啊、同义庄啊、西余庄啊、北竹林呐、啊，嗯，那是我的领地。那会儿我好，我小时候在那儿上学，我们小时候上学六岁半七岁上学 啊，都那样。那会儿因为刚七岁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儿北大来找来了嘛，北大。嚯、北大找来，我父亲说不行，太小，太小，去了那就尿了什么也没人管，然后就没让我去，没让去呢。正好家门口有育红班嘛，哦，育红班有那个化学特长生，嘿，你瞧，这说就化学方面确实有点天赋。您喜欢这？您那会儿天儿不怎么这么冷啊，一下雪就穿那么厚，真是。哎，所以一到它雪化了，我们就上街就玩去，就喜欢化雪的时候啊。哦，化学呀、啊，不重要，不重要。老高是我们这儿高学历，什么高学历？原来是那个海鲜大学，不是有这学校吗？叫什么？我们那叫农学院，不爱提这学校啊。他真是，他正经天津这个大学生。对，哎，在这个农民院那会儿，农学院，农学院，哎，农学院学这个海鲜系什么？水产养殖专业，那不就海鲜系吗？反正意思差不多，是不是？淡水他也行，主要学淡水啊，那挺好啊。所以这个高淡呢，在我们这儿待了、哎。您别提我外号啊！不是淡风这个人，您不提，我就学水产的。哎，一晃也来了好些年了，十好几年喽。这是我师弟，对，这是我师弟啊。他的老恩师是我们相声前辈樊振玉先生。哎，就住这门口，啊、这老前辈了。一晃，高峰在德云社来的年头可不短了，十八年。他来时我还没来呢，好家伙，我是那创始人，合着。他来时候，他那会儿说创死过人，创死过谁呀、啊？创死过人吗？没有啊。不是，您是创立德云社。哦，行，那您来了可年头不短了，十八年嘛。那我分你点股份吧，好吗？嗯，你别看我没有股份，我给你编一点，好不好？哎、好，那没有用啊，那玩意因为你看你这孩子、我一说有你就点头就行，点头，对，呵，都是股份，哎，太好了啊。嗯，高奋这个人呢，哎，又来了，高淡、啊、高股那个没股，我是高峰。行，那高老师给大伙儿唱个太平歌词吧。我给您，怎么又回来了？您别鼓掌，您真爱听这玩意儿啊。人家是希望您给人唱点什么。我昨儿唱来着，哦，昨天跟张小辫儿我们这儿还唱了啊。来一个啊！对，你看看，来什么呀？来一个。我这说太平歌词，他要叫小帆，你这玩意讲理不讲理？那是一回事吗？那个啊，因为这个上岁数啊，年纪也大了，哦，不像年轻的时候嗓子这么冲了。您刚才哎，好的。这是嗓子不冲吗？这所以现在又是在台上，不是不想唱，身体盯不住了、啊。刚才不这样。行，那大姐让唱，我就唱两句嘛。啊，您给人唱。唱什么来着？啊，好，这个你看，这个这大概这五六位，我让我很感动。嗯，就说明他们对相声是特别了解的。为什么呢？啊、他是行家啊、哦。那个工作人员给这几个弄出去。哎，好。你这样的观众不好糊弄，是是。刚才有人喊"骷髅炭"是吧？对，嗯。
那骷髅炭呢？唱不唱？多说两句不累，你知道吗？哎，就是太平歌词《骷髅炭》。嗯，没有这个名字。那这哪来的呢？骷髅炭是我编的这个名字。哦，您给起的。因为当年呢，这个唱太平歌词啊，反正也知道是哪段儿。嗯啊，后台有时候瞎起一个小名字。你比如这骷髅炭。啊，专攻打马下山来，遇见了骷髅早晨烟啊。对，其实后台说这就唱一个死要财，哦，他就说那骷髅站起来找人要钱嘛，讽刺那个人太爱钱了啊，他叫死爱财。嗯，因为他这个后台说还行，是是，你真搁在台上，你让主持人说他也不像个名字呀，不好听。那我就给编了个名儿，编叫骷髅炭。嗯，后来我看他们出版物还都正经写上传统段子骷髅炭啊。我应该找他们要钱去啊！对，嗯，唱几句您听听啊！哎，您来来，要是，嗯，我也看到好多朋友在网上说郭老师看着老了，哎呀，啊，岁数也大了，声音也没有原来冲，嗯，啊，人家说的对，所以说呢，达不到您的要求，您各位多原谅啊，多客气，嗯嗯，但是敲桌子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谁敲都这么大声。还行啊，嗯，呵，哎，太行了，遇见了，哎，好，您这深一脚遇见了骷髅倒我在尘埃，嗯，庄子修一剑发了恻隐，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儿，那一半儿红来一半儿白，红丸儿治的是男儿汉，薄药粒儿治的是女裙钗，用金簪这个巧牙关关下了药，骷髅骨得命站起了身来，伸手拉住了高头的马，叫了声先生你听得明白，怎不见金鞍玉尘我那逍遥马，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庄子修闻听长叹气，小人得命他又要死财。上岁数了，唱的不好。哎呦，您唱的太好了，声音也没有原来响亮啊。嗯，行，你们这么捧我们呢，挺高兴啊。您也不是客气。嗯，这个您就把他们都叫上来一块玩会儿吧，好吗？哎呵，太好了，来吧。您进玩。来，我们从头再介绍一下啊，打那边开始啊。这头一个啊，是我的爱徒啊，栾云平啊。高峰高老板，嘿，就这么一指，我指一下我儿子啊，哎哎，哦好，我的椅子干儿也是我徒弟李鹤东，也都我徒弟了。高九成，那个狗啊，张九南，我徒孙了啊。侯小楼，高小贝。徒弟郎鹤炎，张鹤伦，哎，这个是我干儿于老师的徒弟冯兆阳，嗯，这是我徒弟我们主任啊杨鹤通，旁边那大个是我们这儿的大辈儿啊，我师叔啊，但是台下我们俩把兄弟也是我兄弟啊，这哪说理去啊，这是少谢爷啊谢金。主持人少侯爷侯震啊，都认识。每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其实都是观众们想看看演员们的小才艺哈。让谁演一个呀？谁？张鹤伦啊，那行，挨个来，轮过来。张鹤伦是我们这儿才艺咖。
这才艺咖，综艺嘉宾啊，对，综艺咖，搞一个，搞一个，哦，啊，好好，哎，好，这，哎，好，行，挂了吧，哎，听他们，哎，好嘞，听他们喊张世龙，我又改名了，来吧，哎，这个不知道大伙儿看不看昨天的演出啊，特别的优秀，特别的精彩。昨天有个返场啊，这个九海啊唱了一个队长之歌，我这个网上抖音啊各种短视频啊都刷屏了。我今儿呢也是今天刷到这个视频，我就补两句唱回应一下这个小视频啊。啊，昨天虽然你不在现场，对，啊，但是充满了我的声音，我希望师傅把这个钱给我补上。啊，你是谁来着？贺伦啊，快起来，快起来！我没蹲下，蹲你旁边，吓我一跳，吓我一跳啊！不能，我不能像那个孩子似的。那是那是，来，那个来两句啊，什么调来着？行，就算唱完了啊，别，我对。我就是六队的队长，现在我很紧张，听说九海把我来唱，哨兵还要替我的当，师父就在身旁，他却歌颂队长，只能说他情没有情商，只能说他不要，要缓缓，要缓缓啊，重来，重来，重来，好吗？重来，那个，我，你给我个机会，要不说你不长毛呢，跟狼和人一样。不许这么说，你说哪个秃子？聪明的脑袋不长毛。不许这样啊！啊，你要再唱一遍哈，再唱一遍，他们会原谅我的。啊，你的时间到了，再唱一遍好不好？来，给个机会啊！我就是六队的队长，现在我很紧张。听出来了。听说九海把我来唱，哨兵还要替我的当。这是替两回了啊！师父站在身旁，他却歌颂队长，只剩说他没有情商。你夸我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师父最在乎的只有于大娘。你胡说呢啊！郎可言，来啊！好，好，看你跳舞。别你的舞迷都来了。那个小子，他来那个 IMGK 特别好玩。好，来来来来，我真来这个师傅。那边有点刺激，话筒没事。喂，啊。那个其实不是主要听声音啊，是看身段啊。My name is Chi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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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cky. My name is Cha Cha, Clam, Clam, Cha Cha Cha. Chicky, Chicky, Boom, Boom. Chicky, Chicky, Boom, Boom. Chicky, Chicky, Boom, Boom. Clam, Clam, Cha Cha Cha. 你看，我还来不了。高小贝来。高小贝，这个，他没有办法，你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爷爷，我们都是朋友。是爷爷。啊，所以说那会儿来的时候，他爷爷带来的，就跟着小，你想那也没法收他徒弟，就只能往下收，就是让栾云平他们收他。小的时候就特别可爱，那会儿也没觉得怎么着，这后来突然间一下，你现在得有个一米四五吧，差不多。啊，一米四六。给大伙儿表演一个什么呀？那我也唱两句吧。好，啊，行吧，我唱一个李荣浩写给我的歌。龙字儿的。龙字刻的。荣啊，李荣浩写给我。贝贝，谢谢。这个还真客气，你看吧啊，来侯小楼来啊，侯小楼跟高小贝两人一场，这个刚才在后台我还感慨了，又高又胖啊，小的时候也是特别可爱，我对他印象最深就是小的时候老捧了一个巨大的水杯在后台，啊，就出溜出溜出门进去那一会儿就灌回水，那会儿老逗他，德云社那锅炉有一半他喝的啊，今年多大了？26，你都26了，哎呦啊，来吧。给大伙儿表演一个什么呀？我直接来吧。好，抖音上看的。哦呦，还真说实话。我爱钱，钱爱我，钱从四面八方来。
您要理解一下啊，因为一个团体要400多说相声的，这玩意儿不好管啊。行，挺好，就算演得不错了，就算演不错了啊。谁？啊，有喊李鹤东的，哎，来，少爷回来。李鹤东是我们这儿好孩子啊，又是我徒弟，又是我儿子啊，给他们演一什么呀，孩子？我这个演得不错，演得不错。谢谢大伙儿，谢谢。哎，回来，再翻个头。嗯，翻个头，我不是表演一个，我主要是爹。我跟您说实话，哎，我这个唱也唱不过人家。啊，跳舞我也跳不过他。嗯，这兜里这卡簧也生锈了，我就实在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合适的节目了。真的，那你点一个，你说让谁来？让谢金来一个。赵谢是吧？怎么样？大辈儿回来，来老谢回来啊。这个人家家四辈都说相声的了啊，他父亲是我们相声前辈谢天顺先生，所以从人家里来说，人家辈儿太大了。啊，你想他比我还大一辈儿，啊，他是我的师叔啊，师叔是叔叔啊，师叔啊，我很尊重他，我一次也没喊过，嗯，因为台下我们俩是把兄弟，我是他大哥啊，这个，所以说就是江湖乱道吧，一说一乐的事儿，我们私交非常的好啊，一般这个场合都小孩们折腾，这大辈儿他稳重啊，哎，来俩孩子拿轮椅推上来才行，你给大伙儿演一什么呀？那我唱一个这个谭派的。京剧版的学猫叫，哎呦，好家伙，快来吧。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砰砰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叫喵喵喵，你说了爱我我喵喵喵，我们一牙起学猫叫。啊，这老骚猫哈。哎，来少阳来，哎，来，这个是于谦老师的徒弟，是我的干儿子冯兆阳啊。来，少爷给他们来一个学猫叫是怎么着？我别猫叫了啊！我这样，我找一人，我们俩人合伙。那好啊，这个谁？九南，九南一会儿让他单出头。我是跟高九成，我们俩。那是我搭档。你拉倒吧！我跟你搭档今年演的比你跟你搭档都多。来，你在这边，你来啊。你在这儿，你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嗯，咱俩来一什么？来一个，就咱们俩最经典的那个。嗨，就《铡美案》啊。好，来来来，我们来了啊。说一声，驸马爷，金钱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他32岁，他状告当头，驸马郎他七顿王，那庙皇当个悔婚男儿，赵东城那杀妻灭子两个心丧，鼻子汗青。庙堂将壮志压制在了一地大堂上，下回演这个自个儿带话筒来啊。啊，大通，我们不准备演了。为什么呢？啊，没有搭档。大通自己不唱两句吗？来，唱一个，来来，唱一个38度6吧。好家伙，拥抱着变绿洲，那热烈的温柔，我放弃整个森林，留下眷恋和哀愁，想触见你眼眸，时间停止倒流，这玩意儿没有伴奏是不好听。在38度6，拜拜。那个狗过来一下，是吧？你都认识他哈？他叫张。张九狗，张九南，张九南，都行。哎，听您的，我好像好久没有看见你了啊！哎，是，为什么没有参加演出啊？哎，行，没事，没事啊。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啊。谢谢师傅今天给我机会，谢谢师傅。这个站在舞台上高兴吧？开心是吧？是吧？啊，嗯，你好像休息了一段时间啊？啊，8个多月啊。8个月啊，8个多月，有8个月吗？有，师傅，260多天的，261天的啊。从几月开始的？4月份，是吗？啊，
行，挺好，因为我们这个单位啊，好几百人了，不能一块儿歇，就得倒着班的休息。大家都很忙，你看，这都就是他那集中的替大伙儿休息了八个月。嗯，不管之前怎样啊，这八个月想必在家里边休息的也够了啊。嗯，是不是重新上台好开心？开心，开心是吧？啊，行，嗯，那这样的话，这八个月我就没白挺你，谢谢，挺好啊。哎，这个给大伙儿演点什么吧？哎，唱一唱。哎呀，嘿，好腿。不是我跟您在一块儿，有的时候歇的时间太长了，是影响的。没有，跟您在一块儿紧张是吧？我唱一个那个情人节唱一个王心凌的《爱你》啊。啊，行。情人节祝师傅身体健康啊！我不重要，你别惹祸就行，行了啊！你不用考虑我，你好好的吧。爱就是让我常烦着你 ，So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飞一点，你的表现多看，爱你。栾云平，通知演出部，让他再歇八个月啊。唱的这什么玩意儿，我都没听明白。回来，来来来，再来一个。我唱的不好听是吧？还有多不好听啊？回来，随便唱两句。嗯，你刚才就够随便的了。唱一个红玫瑰啊。这都是什么？啊，火腿肠啊。我不会唱歌，我随便唱。红玫瑰在天津就是肠子，还得带点饼。这情歌，师傅，情歌。情歌啊。情。啊，那是有钱都烤串去了啊！哎，行，快点，我就唱一个，祝您身体健康吧。你闭嘴，你快上吧。你不用管我，我好着，您别惹祸。哎，好嘞，我，红玫瑰怎么唱来着，哥？啊，红玫瑰，你看来多少，一根还是半根？我想想啊，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每片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在落空。行，就算唱得不错吧啊。谢谢师傅。哎，不客气啊，还要看谁的表演。侯爷，侯老师，您的粉丝来了。主持人没有才艺，第二我一表演你们就该后悔了，知道吗？还不如不让演呢。对呀，人说了，这是不是？反正没出正月，先给大家拜年。我一表演才艺呢，就是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你是受了吗？那是的。所以我先回去。行，就算演完了啊。好嘞，来，都往前站吧，都往前站吧。最难惹就是相声世家，我告诉你们啊。来，往前站啊。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呀，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哎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杏花秧啊，哎呀，桃花殿前出美酒啊，哎呀，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哎呀，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哎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哎呀，愿各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